好啊，大家，这个呢，我直接开答案给你看了，OK？不过我会跟你讲，这个答案是怎样得来的，OK？其实前面 A、B、C 比较容易，你看啊，所以好像 A 哈这个题目放大一点，OK？这个啊，这个题目它怎样来的？你看它写成这样，A 重叠 B 就是这一边，对吗？A 重叠 B 就是这边哦。和 C 整个都要，这个就加 C 咯，C 整个都要，就是 C 剩下的部位填完它咯，看到吗？就这样来的。所以一开始对你来说，你是第一次做这个题目，倒转回来的，就是他给你图形，你要写出来。对你来说会有点难，因为还没有看过嘛。可是你这样看会难吗？其实还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后你会慢慢掌握到的。OK，我们还不过，所以你要听啊，这一个 class 啊，不是看了答案就算了啊，你要听。怎样来的啊？接着，这个容易啊，这个我相信应该会有人做得到的。它就是 A、B、C 都不要，所以你要 A、B、C 整个哦，你就要用这个符号咯，U 型哦，这个是 union，A 加 B 加 C 啊，整个都不要，都不要，你就要刮胡，点一个点，看到吗？OK，看不清，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你要给我知道。OK，我再想办法，还是别当课啊！数学的我就会再注意一点。OK，看到吗？这一个，所以你要记得点这个点啊。所以 A、B、C 整个吼，然后都不要，所以你要括弧咯，整个都不要，要记得点那个点，那个叫什么字了啊？给我讲要记得，叫 complement，OK，perlengkap。好，再看第三，C 也是不难，C 也是很简单。如果你用一样的方法，其实还有几个技巧的。如果你用刚才那个方法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先写这个出来先，然后你讲这个地方不要，就画一个点，看到吗？所以他这样做，这个地方你会做吗？这个地方就是 A 跟 B 中间，对不对？所以 A 重叠 B，然后你要的是以外的地方，看到吗？啊，A 重叠 B 不要涂，意思是这样，全部都要涂哦，就是讲，OK。所以你看，这一个技巧是其中一个你可以用的技巧啊。说如果出到这样的题目，你就会了啊。给，可是 donkey 给 donkey 可能会复杂一点点啊。开始，所以你可能要试多几次的这种题目，然后当你很熟悉啊，就会更简单了。所以首先这一个还是这样，A 不要 A 以外啊，OK？所以 A 以外。首先是这一个先呐、啊，如果是又有这样又有要又不要又重叠又混合哦，其实是一个一个做着去了。所以这个来讲哦，它图形是这样的，A 以外啊，我画出来看，哦，你看得到吗？电话可能比较难看，A 以外就是外面这边全部，就 A 不要涂罢了，看到吗？全部要涂，OK。接着 B 和 C，就是 A 以外这个是重叠吗？重叠 B 混合 C。重叠这个 B 是怎样啊？B 你知道哦，你可以想象哦，就整个 B 咯，因为他没有想讲以外嘛，他只是讲 B。现在你要涂的是 B，整个 B 啊，这个啊，所以你头脑要想象一下，因为我画到很小，是给你大概一个 idea 罢了。最后一个是 C，OK，一样啊，画 C 起来。你要的是 C 啊，C 是下面这个对不对？OK，现在还要的是这样，这个跟这一个要。重叠，重叠了再混合起这个全部，所以这个跟这个重叠在哪里啊？它其实很小吧？这个图跟这个的图的重叠只有这边，还有这一边，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啦，还有这边，看到吗？这是前面两个，前面两个我做到这边的时候啊，就得到这边。接着他讲 C 整个都要呢，C 这里我继续填咯，C 还有哪里没有填的填。啊，完了咯，就真的是这个图形来的了咯，看到吗？OK，所以这一个是确实这个是比较复杂的。But 你 A、B、C，你只要 catch 到，你已经是抓到很多东西了，其实。OK，再来我们看一下 E 要怎样做啊？OK，首先他做的是这一个啊，A 重叠 B 以外，这个你会吗？A 重叠 B 就这边哦，以外全部啊，除了这边。全部啊，A 重叠 B 以外啊，接着想象这个图形啊，重叠 C，OK，想象不到不要紧，画，看啊，A 重叠 B
以外，就讲这个不要画，其他的都要画。OK， 只有中间那一个小的形状不要画，那两个这两个部分不要画罢了嘛。OK， 接着 C 是什么 ？C 是这个，你的头脑要这样想。OK， 你看我的没有用的哈，你要自己画出来，你才会看得到。因为我画小小是给你知道是我们在做什么罢了。说 C， 我整个图啊 C。OK， 哎呦哎呦，跑位哦 ，C 啊，图整个 C 啊。这两个图形有重叠的地方，你要做这样，这两个图有重叠的地方，看到吗？就是这边了咯。啊，你画出来你就知道了，你画这个画这个。OK？ OK， 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做的题目。OK， 这个十八题哈，我们来看啊，十八题，我讲一题。OK， 接着呢，你就可以做十三面了，它的 B、C 啊那些。我讲一题啊 ，A 啊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它这个是混合了啦，整课的一个叫什么呢？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。其实讲真啊，整课就只有那一个混合，倒转回来就是重叠，或者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点一个点，就是他们的以外，整课东西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混合起来呢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？还有一些我们要算的，你记得吗？这些哦，这个代表每一个空间它有多少个人或者人数在里面讲。在 这一题，至少这一题是讲人数啦。OK， 所、so、以首先他讲 Gambar Raja Venn very good. The Venn diagram shows three favorite games of 100 students. OK， 三个 journeys permainan 一百个同学他们喜爱的游戏。OK， 所、so、以这三个游戏是这样 ：P 是 badminton， Q 是 tennis， R 是乒乓球。OK。Suan isya bilangan murid yang meminati permainan semua ha, jang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like. 他叫我们算喜欢。OK， 我们看第一题 ，ping pong sahaja， 只是喜欢乒乓球的哦。哎，其实这个题目我们之前做过了，差不多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之前的更难了，所以这一题算简单了。在哪里可以找到？现在 OK， 如果是讲乒乓球，就是 R 啦 ，R 就是讲这个空间这个。你看啊，这个空间要，这个空间要，所有 R 的空间要算在内啊。还有这个，我们现在少的是什么啊？就是 X， 对不对？也就是讲，这个题目只要有 X，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空间和这个空间了，对吗？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找 X， X 想找，想找，他刚才又给一个资料，他说总共几个同学啊？总共有100个学生，所以怎样找啊？重点是。每一个空间加完起来，加加加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要等于100，就是那么简单。OK， 所以你搬搬一下，你就会找到 X 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来一起做一下啊。OK， OK， 所以这一个12 ，OK 加3加5有点丑啊。其实我买了笔啊，不过还没有来不了。加13电脑的笔。加七，这些我还是需要一个一个写出来，所以那些比较快的，你可以一面做一面看了哦。我做了几个？我做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空间，第七个空间对吗？加 x， 12 3 53，然后七，然后 x OK 对啊，要等于100。做这里你要记得所有的空间啊，加起来要等于100啊。OK， 接着搬一搬哦，这里的号码全部加在一起喽。OK。所以我加一下哈 ，calculator， 12加3加5加13加7，加号码跟号码加10 ，OK， 这边呢，左边呢、啊，OK OK， 我看等于我写下面，左边是50，加几个 x 啊？大家，这里有一个、两个，是不是两个 x 加2 x？OK，、okay? 右边还没有做，写回100。接着你自己搬一搬啊，会搬了的那一些你搬啊，不会搬的你听着去。100 OK， 我要先搬掉50嘛，加50搬过来就减50咯，就变了100减50就是剩下50咯。OK， 哎呀有点丑。OK， 这里还是 2x， 现在要搬 2跟 x 之间没有写就是乘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搬过来就要被除50除2，答案了啦，你的 x 是25，你可以自己按考可以的。OK，所以这个不重要的哈，你只是你要写小个一点了罢了啊。OK， 打 X 是25，我要擦掉一下大家，你要抄的人 pause 一下。OK，X 是25对不对？就讲这是25这一格啊，我这样弄在上面。OK，
接着这个是25加10就是变了几多啊？35。现在只要乒乓球，乒乓球哪里这个对不对 ？R 吗？乒乓球是吗？乒乓吗 ？Table tennis， 你就要拿12 加5加7，因为乒乓球是 R 啊，加25就是答案了。看到吗？乒乓球是 R， 你要注意看它要的是哪一个格吧。13加5加7加25 50啊 ，OK， 就是这里哦。只要乒乓球就是 R 罢了咯。第二，他要什么？他要 tennis 或乒乓或两者都要，就是喜欢两个的人都要。OK， 大家这个要哪里啊？来，我们看第二题 ，tennis 或乒乓啊，就是讲Q 或 R， 或者是两个都喜欢的人啊。Q 就是讲。OK， Q 或 R 就是讲这边外面跟这边外面，或者是两个都喜欢的人中间也要，看到吗？这里全部加起来，看到吗？所以第二题是13加5。OK， 哎，也不用了，这里的话就这里已经是50了吗？对，我50，这里刚才我们做到50对吗？加回3，加回3乘5就好了啦。好 ，OK 啊，所以啊，我拿，哎，看看的这个。OK， 我拿50，刚才乒乓是50嘛，对，加回这里是50了啊，加回上面3加35就这样爆了。所以其实这里的题目是你要理解他要的是哪里。 OK， 这个是85加3 88。 OK， 再来 badminton 和乒乓，看啊，他要和 students who like badminton and ping pong， 这个要小心，他要的是白明灯和乒乓都喜欢的人啊，都喜欢啊，可以擦掉一下吗？哈，擦掉这个。OK， 你要注意看啊，白明灯和乒乓都喜欢的人是在哪里呢 ？OK， 首先白明灯是 P， 乒乓是 R， 他要喜欢 P 和 R 同时喜欢两个的人啊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哈，只有哪里 P 跟 R 两个都喜欢的，只有这一边啊。答案是18，你明白我讲过吗？他要两个活动都喜欢，不是只是喜欢 badminton， 这里的话是只是喜欢乒乓嘞，不是，他要两个都喜欢，因为他用 done， 所以这里呢，他的题目哦，你要注意看他用 done 还是 adult 啊，所以这个是18。OK， 你用逻辑去理解一下，我们不是有一课是上逻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。再来这一题容易啊，他要学生喜欢 badminton、tennis 和乒乓球，三个都喜欢的答案是，噔噔，三个都喜欢，要是哪里啊？是不是这边？三个都喜欢啊，所以就是中间罢了咯。OK， 所以你看回去啊，啊就是这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做一做 B 跟 C，OK，你看一看啊 ，B、C 两题罢了。OK， 下堂课我讨论 B 跟 C， 就是这样。